《地狱游记》第十六回，游第三殿中的第七挖眼小地狱。时间是西元一九七六年，中华民国六十五年，天运岁次农历丙辰年十月十九日，济公活佛降临台湾省台中市圣贤堂。诗曰：黄泉路上逼人寒，惨叫哀声感鼻酸。 一念之差，千古恨；阳间滴滴总难瞒。继佛说，寒流来临，天气寒冷无比，但圣贤堂诸生心怀热肠，毫无冷意，实在令我感动。《地狱游记》一书如能圆满完成，一定是万古流芳，那么诸生也可在遇不绝。杨生今日准备游名吧。 杨生说：“今夜天气冰冷，明路更加凄凉，请恩师赐下一粒仙丹，助我增加元气吧。不知恩师您意如何？”济佛说：“可以，我再赐你三粒温圆丸，快吞下，以助阳气顺利游明。”杨生说：“多谢恩师，我已服下，感觉全身温暖，已坐稳莲台。” 请启程吧。祭佛说：“已到了，快下莲台吧。”杨生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前面石阶来了数位将军打扮的人。祭佛说：“此时街上面是三殿冥王的管辖区，上面是一片无尽的囚狱。快向前参见将军。”杨生说：“参见诸位仙官。” 我们师徒二人奉旨著书，今日游到此地，请仙官多多指教。将军说：“免礼，请祭佛及杨善生入室内稍息。这是第三殿所属的各玉办公厅，厅的后面就是各囚狱了。祭佛说：“因时刻有限，我看就不必做了。” 带杨生参观个狱即可。将军说：“也好。”贵堂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一书，我们早已知悉。今接济佛手谕，知道你们师徒要来本处参观，请二位随我向左边走吧。杨生说：“哦，好大的一片广场，都是木造的房屋。” 附近已有哀叫之声传出，前面有一个监狱，上面写着“挖眼小地狱”。将军说：“今日带您们参观挖眼小地狱，您们先入此监室内。”我向狱官禀明，狱官说：“欢迎二位驾临本狱，我带您们入内参观一番，如有不明了的地方。” 请杨善生不要客气，可以发问。杨生说：“哦，这监狱内的犯人眼睛都被挖下，鲜血直流，每个人哀声惨叫，两手按住流血的眼窝，真是残忍。左边那位中年人正被阴差用铁叉挖眼，他挣扎不已，惨叫一声，左眼已经掉落。” 人将昏倒，但被绑在柱上，只有头垂下。阴差又将要挖下另一只眼睛，我不敢看了。这真是心狠手辣的苦刑。祭佛说：“杨生，你勿心惊多言，这是阴法的报应，怎可出言不逊？太无理了。”将军说：“我们不会见怪的。” 请杨善生不要介意，有不懂的就问吧。杨生说：“失言之处，请玉官及将军原谅。”请问玉官，挖眼地狱的刑罚是如何？是否可以说明一下？玉官说：“凡是被判入此地狱的人，入狱后先绑在木柱上，然后挖其双眼，罪魂必痛苦哀叫。” 昏昏死死，一日行刑三次。待每次要刑前，再将两眼装回，用还魂水一洗，醉魂马上就恢复原来的知觉，然后再受刑，这样才能使他感觉到痛苦。杨生说：“不知犯了什么罪，才要来到此狱？”将军说：“我命几个醉魂出来自述，字数比较传真。” 将军就将前面三位醉魂的双眼装回，并施用还魂水，以便供出在生犯罪的情形，把恶行登载在善书上，以劝化世人。醉魂说：“哎呦，我双眼刺痛难忍，叫我说什么呢？”玉官说：“将军快用法水洗净他的眼睛，使他镇静。”祭佛说：“不用了。” 看我施法，醉魂说：“现在舒服多了，感谢这位和尚解救。我生前太过骄傲，因自己是大学毕业，又是富有家庭出身，所以看清一般的穷人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因傲气凌人，常常给人以不孝的眼光。在生时虽能享受富裕的生活，结交权贵之士。” 但死后被冥王判我生前眼光太高，轻视一般平凡人，说我是势利眼。我到此监狱已有两年三个月了，还有二年多才能出狱。但在事实上犯有其他的罪，出狱以后前途是凶多吉少。请这位善人要多劝导阳世间的人，有钱有势时不可狗眼看人低，随便侮辱或轻视他人。 死后就会得到像我一样的下场，请善人代为请求冥王赦清我的罪过吧。杨生说：“请问将军，这位罪魂以合作说出犯罪的情形来劝人，论当有功，是否可以饶赦其罪一些？”将军说：“我不能做主。”玉官说：“此事我回去再禀告主公，谅可略赦一些。快将其押回。” 再带另二位一起出来，供述自己犯罪的情形。将军说：“遵命。”已将两位押出，也已法水洗净，都已恢复自由之身。先由右边这位快向阳间善生坦白，说出在世时犯罪的情形。罪魂说：“我在生的时候，因喜好于色，现实阳间的社会无奇不有，除常偷看邻居少女。” 富人洗澡之外，也曾有有人带往一处陋室内观看黄色电影，以后便乐此不疲，自动寻找刺激。最近并有有人引导带去旅社，由女中安排，叫来应召女郎表演脱衣舞曲乐。在一年前，我因车祸去世，魂到阴府，才知寿元该终，就被冥王判入挖眼小地狱。 每日要受挖眼的惨刑，这种凄惨的情形，在世的子孙是全然不知道的。但我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希望这位善人回阳以后，能多多宣化给世人知道，在生时的所作所为，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，那里知道死后灭镜台前遗照，所有的丑态全都毕露无疑。将军说。 你这个老不休、老风流，在世时身边剩有几个钱？不知好好的养老，以终天年，竟然爱好此小道，专亏银市，两眼失德，所以来到此地狱，挖下眼珠子来清洗清洗，再换左边的这位罪魂吧。赶快自述生前做了那些恶事。罪魂说：“我被判来此狱。” 是因为学生时代考试时曾经作弊，偷看别人的答案及书本，又喜爱看黄色小说、春宫图片及小电影等，死后被冥王判来此狱受刑。我已受刑半年，尚余三年方可出狱。杨生说：“太可怕了，我以前读书时，考试也曾偷看别人的答案，都没有被老师发现。” 将来死后也要来到这个挖眼地狱受刑吗？继佛说：作弊是犯了校规，但你不必惊慌，上天不加罪于忏悔改过之人。你已皈依鸾门，代天宣化，做上天的使者，功德浩大，将功补过，自然免来此地狱受苦。玉官说：将军快将罪魂押入狱内，如有失仪之处。 请祭佛及杨善生原谅。杨生说哪里哪里。玉官说，凡是世人眼神不正，爱观美色，爱看淫书，或看人常常露出轻视和不顺眼的眼神者，死后一定会落入挖眼小地狱受刑。如果观看地狱游记后，能够改过自新，并且发愿印证该书来劝化世人者，则死后此罪可以抵消。 济佛说：“今日时刻不早，我们师徒将回。多谢玉官及将军。”杨生速向他们道谢，并准备回堂。杨生说：“多谢玉官及将军指导，先辞驾了。”玉官说：“恭送济佛及杨善生。”济佛说：“杨生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”杨生说：“已坐稳了。”济佛说。 圣贤堂已到，阳身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《地狱游记》第十六回，公念完毕，下回分享《地狱游记》第十七回，游览第三殿中的第四小地狱，名叫铜铁瓜脸小地狱。